是位置，应该是数字对了一个，然后位置没有对。也是。五肯定不是第二个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八是第三个，如果八是第三个，八是第三个，然后我猜哎，六是对，那应该是六是第二个。六是啊，三八是对的，三八是对的，最后一个数字。剩下是不是二啊，五三八，一二三是数字对的一个。四五六没有，也就是从七八九那边对。哎，对了两个数字。哎，两个数字对了。也就是九不是正确数字。有可能七是第三个。漂亮。对了一个，位置对了一个，也就是五不是第二个，有可能六第一个或四第三个。哎，六是第一个是吧？六是第一个，然后九是第三个。不对。不对。
四六九绝对有一个是对的。四是第二。对啊，四是第三个吗？四是第三个。啊，这六。六不是第一个，那就是第二和第三个。